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一档全新的搞笑的高燃的棒球练习生养成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常新宇。接下来呢，有请我们的四位嘉宾闪亮亮亮亮登场。我是干货加吃货的 Steve。我是性感的全能运动迷黄正轩。我是动若脱缰野马的大姐。大家好，我是美丽而健壮的玛雅。天使降临啊 ，Hello Hello， 嗨 ，Hello Hello， 哎，老熟人，哦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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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凶猛嘛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酸辣棒球，我们是棒球练习生。今天呢，大家穿的好像都既有联系啊，又有点陌生，谁来先介绍介绍？我穿的是我自己的主队多伦多蓝鸟队。我这个就是去洛杉矶的时候看了一场棒球比赛，这是洛杉矶的天使队，所以我今天带着这么两个大翅膀。对，好看的。那我就是你的同城死敌，洛杉矶道奇队。怕不怕？并没有在怕，那场比赛我赢了。你们赢了吗？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，天使赢了。哦，又开始喷垃圾话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机会。今年我们的阵容实力强大，收拾你们。好了 ，Who knows？ 颇有渊源啊，看看你们俩会不会擦出更多火花。那最后一位呢，嘎姐？我代表的是波士顿的红袜队，然后他们是超级超级受欢迎那种，场场爆满，超级喜欢他们 ，Yes。哇、哦，看出来了，你这个表情我就知道他们还是挺不想让你喜欢的。啊，那么大家看到了啊，我穿的就是非常熟悉的传统强队纽约洋基队。哇、哦，哎，你们俩也是宿敌。你们两个？对呀、啊，打一架吧，怪不得打一架。怪不得我一上来就觉得气场不对，得把你除掉啊。好，那么既然今天我们的穿着都和棒球有关，那么我们的第一轮挑战一定也是有关棒球的知识考察了。大家一会儿屏幕上会出现15道棒球相关的题目，当大家看到这道题，如果你会就抓紧拍击，等他一尖叫就算你抢答到了。但是呢，每个人如果说你答错了的话，其他人是可以继续抢答的。最后我们看谁答对的题目数最少，就要接受我们的恐怖惩罚。缓神啊，别激动，别紧张，这叫出师不利啊。我们看到了道具老师已经给我们把题目打在了屏幕上。我们看到第一题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堪比湖人队的纽约洋基队一共有过多少次冠军 ？A27、B37、C47、D50期，请抢答。哇，臂展长就是厉害啊！来，这个题我一看我就会了。专业的篮球天才。答案就是27次。哦，漂亮漂亮漂亮！恭喜玛雅先下一城啊，其他人要加油了啊！来，我们看到第二题。哎，这道题还是多选啊，多选我觉得到你的点了，对吧？他们能蒙对一个，很难蒙对两个。来了啊，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队伍有哪些 ？A. 蓝袜队 ，B. 粉袜队 ，C. 红袜队 ，D. 丝袜队是认真的吗？啊，来 ，E. 白袜队 ，F. 无袜队 ，G. 灰袜队，来，3、2、1，请抢答。手指都要断了吧？知道答案吗？哎，要不我给你一个提示吧。不用提示，不需要这有的没的。我选 A B C E G。我全选了。我觉得你选择里面肯定有正确的答案。好，这一题呢，玛雅是说错了啊，怎么可能全有呢？来，再来一次，3、2、1，抢答。
漂亮。让来女生吧，我知道你也不一定都能答对。哦，被鄙视了。我跟你说 ，C 红袜队一定是在里面，其他的交给 Steve。好，那还给你这个机会，我试一下。我试试吧，我刚才已经给你们提示了，好吗？好吧，我选 A C E， 好吧，保守一点，就选三个，怎么样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那就是还差了一点啊。那都抢过了，就只有 Steve 有机会了，来，来解答一下吧。正确答案应该是红袜队和白袜队啊，就两个队，就两个队。恭喜 Steve 啊，确实是我们的小能手。可以可以，还误导我。是啊。来，我们看看谁能再一次打破得分啊！我来读一下题啊，建议道奇球星穆奇贝茨曾效力于哪支球队？波士顿红袜队。洛杉矶天使队最帅的日本队员？大谷翔平。我们这个好像跟风水是有点关系什么的啊，这做这边的一萌萌个队啊，恭喜嘎姐，哇，真的是嘎姐得分王。红袜队的第五个冠军和第六个冠军之间隔了多久呢？我们先。A 太短 ，D 太长，那 B 跟 C 呢？还是 B 四十六年比较合适，对不对？恭喜你答错了。不会的时候蒙 C 嘛，那我就选 C， 八十六年。洋基队哪一位球星是詹妮弗·洛佩茨的对象？阿莱克斯·罗格里格斯。白袜队在哪里呢？芝加哥。多伦多今年的主场在哪里？法罗。以前的芝加哥白袜队后来改名成了小熊队。这个球员刚刚满29岁，八次全明星，三次 MVP。他其实从进入联盟就是一个全明星。所以说呢，在我们激烈的抢题大战之后呢，我们也明显的看出了结果，就是玛雅啊，所以说今天是玛雅要接受我们的惩罚啊。每一期我们都会有两个箱子啊，一个红色的箱子代表辣，一个绿色的箱子代表酸啊。它们里边呢，你们会抽到一张纸条，纸条的内容呢会是一种调味品或者一种食材，你们要做的呢就是把它吃下去啊。你先说说你想选酸还是辣？我不可能吃辣。所以你要挑战一下自己。不，我也很喜欢吃酸。这样吧，我今天就先选酸，因为挑战一下，后面可能辣就没那么难了。嗯，哇，发了狠话了。什么呢？看一看，酸黄瓜。酸黄瓜汁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汁。我刚手遮住了，大家知道，然后汁喝一杯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长痛不如短痛。嗯，对啊。哇，优秀优秀啊，优秀优秀，太棒了太棒了。在之后的节目里边，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惩罚，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感谢大家参与我们这一期酸辣棒球，我们的口号是酸辣棒球欢乐 Let's go。 So easy 啊，这是算了吧。哎呀，也砸到那边小朋友了。小朋友没事吧？这个阿姨砸的，这个阿姨。咏春叶问。就打那个腰部一下。心态崩了。他不玩了，走啊！那我们是棒球练习生。